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收。现在宣布一个消息，省芭蕾舞比赛马上开始，但是只有两个名额。我觉得老师说的那两个名额非咱莫属。可优秀的人那么多，万一我选不上。别担心，凡事得往好了想，要是被选上了，能在那么大的舞台上跳舞，灯光一打歘的一下，所有的人都看着我，太有面了。可是我想要，要不不要了？今天我们复习旋转组合，现在开始，第一个。暂停。我觉得这双鞋很适合你，送给你。好好跳，我准备订你当礼物。向晴，向晴。都等你半天了。刚刚老师跟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走了。本来就不想让你学跳舞，你偏要学，这下好了，一个比赛的名额就把你害成这样。知道谁干的吗？不去跳了，回来好好学习。我不。你不，我让你跳。妈，你干嘛？让你跳。自己好好想想吧。
我不跳了，这个给你。人注意啊，注意延伸，视线在那里，人挺拔，挺拔起来，很好，好，一下转身，转身，好，延伸，怎么还在这儿？你到底跟老师说了什么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儿？自己心里清楚。